主料虾500克，辅料盐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将虾洗净放入锅中，上面放入盐，放入一点水，盖上盖，大火煮熟，煮到虾颜色变红就可以了，说明虾已经熟了。烹饪技巧，一煮虾的时间可以根据虾的大小来定，虾大可以增加煮虾的时间，虾小可以减少煮虾的时间。二，不要放任何调料，只放盐，这样味道鲜美，原汁原味。三，盐的用量依据自己的口味来定，口中的可多放盐，口轻的少可放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